大人，犯人带到。好，你们俩先去准备点酒菜，我要亲自审问这路英雄。是。是。大当家的，小声点儿。要死啊！你怎么穿这个？这什么要死了？我现在可是高衙县的县令，以后在外边少喊我大当家的。哦，够意思啊！啊，我打劫捕头，你把县令弄死了。少废话，要想活命，必须要听我的。好好好，县令大人，愿闻其详。去你的！我来这里冒充，就是为了救你和寨子里的人。你呢，先在这里好吃好喝待着。时机一成熟，我自然会安排你出去的。啊，能不能安慰我弄两口？抽不死你。记好了，千万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提我的名字，不然我们俩都得死。明白，明白。哎，大当家，又怎么了？给我安排个单人间。你看他们太粗鲁了。县令给你做好不好？嗯，我就要单人间。来，大人喝。来。来来来。对了，一会儿把这什么烧鸡还有烟袋都给里边那个安排上。那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是个好汉。是是是，可以有可以有。来，大人，敬您。来。小姐，小姐，臭流氓！喊什么喊？我又没脱衣服。你把他抓回来！我打不过他呀！你切！江小姐，你进来都不知道敲门的吗？我要报官。报官？抓谁啊？艾峰，他耍流氓。你在县衙报官抓县令？对。好好，你们先出去，我换身衣服，然后帮您抓县令，好吧？门外等你。
死得好惨的，的儿啊，你恶霸耿彪无故加收租金，我儿不从，被他活活打死了。大人，要为小民做主。在我的地盘上，居然还有这种事发生，太过分了！弟兄们，跟我去把他办了。大人，大人息怒，此等做法与那山贼何异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居然有如此恶行。兄弟们，去给我把他抓来。哎，大人，此事还需调查清楚，可先叫关捕头把那耿彪传唤过来。关捕头，在，速速前来。生态短路带